河南许昌冬令发放这一天，天未亮之前，先遣队志工们顶着低温前往发放现场，准备布置场地。只是没想到，眼前等着他们的又是一个难以预料的状况。说都是那个刚刚认识慈济佛的一个本地菩萨拿着的，在那等。这有人去联络了？那个韩师兄有联络了，他说马上到。大队人马被困锁在门外，心却不慌张，因为筹备发放过程中屡屡遭遇的困难，早已磨练了他们的信心与决心。今年有发放534户668人，我们去许昌县归村乡政府把这些发放通知单跟这个化名册清册送给他们，再跟他们具体沟通一下我们26号发放的现场的一些细节。刘俊林是这回冬令发放活动的总召，过去2年来他一步步累积经验，让受惠的发放户数也逐年增多。今年应该是第3次，2012年、2013年的时候，那时候比较少，我们只有10几户，啊，去年就是许昌市200多户，今年就是500多户。拥有2000年历史的河南古城许昌，从东汉曹魏时期开始，就是中国历代建城、经济发展和人口汇集之处。2010年，河南率先成为中国人口破亿的省份。许昌更被评为中国宜居城市，然而距离市区仅40分钟车程的桂村乡，却因为地理位置偏远，享受不到许昌的繁华。因为去年他们就是这边，天比较干燥，一直不降雨。到我们夏天来访视的时候，6、7月份，整个那个7、8月份那个玉米都整个都焦掉了，都就全部等于说是绝收，都是一些老弱病残在耕田。能够年轻一点的全部都出去打工，所以都是一些留一些老人跟孩子在当地。这个是所有20个村的，来的时候给他们讲一定要带着这个东西，这个带着通知单，哎呀，回来一定拐回来，带着身份证，带着户口本，带着身份证户口本带着照，哎呀是。为了这次发放，刘俊林来回奔波桂村乡政府数十次，但政府依然担心集中发放会引发事端而不愿批准。像我们那村1000人，一下子不批，让他包了900人，那太多了，那多了一半了。嗯，要不然回头你给赵乡长转达一下也可以，就说咱其实上实质上没有那么多人配的吧？600多人不是？啊，今年说集中一起，他又觉得好像我们这样几百户在一起，加上职工，加上他们乡里面领导都来配合的话，会一下这么多人，因为他们没有概念，就觉得会不会很乱？前面罚了，后面闪一直灯了，不是没有事吗？所以咱就开始，咱职工开始就做了一个堂上给他们。天也老冷，这样就派出会罚，他这样就是等于让他们心里不用急躁，稍等一会儿，这样一来他觉得就不存在抱怨的事了。这些是资料，都是经常去的感恩户，近1、2年来一直这样关怀的一些个案，啊，所以说剩没几户，全部把它规整一下，就还要统计看一下。在河南长大的刘俊林，1995年离开故乡，和先生来到深圳经营餐饮生意。20多年来做得有声有色，一些朋友合作伙伴都是广东那边，都喜欢打麻将，然后喜欢去喝酒啊，这些就觉得，因为我对这个都很排斥，一直都没有这样跟他们在一起互动，所以他们觉得我很奇怪，觉得怎么跟他们格格不入。虽然物质条件十分富足，但刘俊林的内心却彷徨不定。偶然机会下认识了慈济，本来是去看一下，然后就在那边做了一天的职工，到晚上才回去。通过一次次的活动，每一次这样去参与，真的觉得更深的加深印象，觉得这条路是我要走的。我找了几十年，活这么大就是一直在找这个家的那种感觉，终于给我找到了。打听之下说，河南从91年华东水灾，慈济第一时间到河南来救灾，这么多年河南跟安徽两地都没有菩萨出来，当下那个时候就发愿我要回河南。2012年，刘俊林毅然回到河南，他在许昌租下房子，让许多有爱心的职工有一个培训与学习的场所。像这个庭院这边的话，我们就来做来
可以宣导一些环保。这个空间是做，我们也做学习读书会用，有时候我们包括我们开会啊聚，家具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放外边来。河南面积广达16.7万平方公里，是台湾的5倍大，慈善工作的推展却才刚刚起步。目前能够固定下来就许昌这边，目前去过应该是马野庄最远，感觉马野庄好像要大概三个多小时。为了带动更多人参与，刘俊霖开着车城南城北的接送志工，更一起走进需要帮助的家庭里。乖好吧？乖好，俊霖。哎呀，你好啊，俊霖，可想你啊，俊霖。先谢谢。打两袋米啊，一壶油，能过个好，祝福能过个好年啊。呀，我先谢谢您了，俊霖，我谢谢。哎呀，谢谢您，谢谢您。哎呀，您太好了。刘建明、杨丹玲母女俩相依为命，家中环境脏乱，恶臭不堪。街坊邻居都闭门不愿往来，刘俊霖却号召志工前来进行居家清扫，并协助中风的刘建明免费就医。其实我们通过这样访视个案，也是带动一些人去看。那你讲的话，他们可能不相信，说我们其实这边还算，整个许昌来讲还算过的日子都还不错，他们都不信，说怎么还有这样可怜的人。也有人会讲是非，说，哎，他肯定有目的啊，为什么他这么勤快，说专程跑那么远去开车拉你，他车烧的又不是水，烧车烧的是油，他为什么会这样子，会拉着你又接又送的，肯定有什么目的。但不管怎么讲，我觉得还是我们自己的一念心一直安住啊，终究能够感动一些人出来。在刘俊霖的带动下，河南有越来越多人愿意投入志工行列，虽然对行善没有经验，心却充满热忱。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韩新杰师兄，来挥挥手，师兄。啊，师兄呢也是许昌这边本地职工，然后也有做总务。反正刚刚开始，我们河南这边的话，因为人少，什么都做，总务，然后还做三合一，交通组也做。2015年刚受证的韩新杰，过去经营婚食餐厅长达15年。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非常感恩大家支持我们、走进我们餐厅，关注素食、关注环保。认识慈济就是从认识他开始的，他那个一念心，给我们真的是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自己本身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但是知道我们河南没有慈济，就把自己打拼几十年的那样的一个事业就放下，这个真的是不简单。走入慈济做志工后，韩新杰也下定决心将餐厅转做素食。那有没有赔钱？没有啦，这个有时候呢，我们的营业额，因为我们的盘子是对应的嘛，一个盘子一个人，一个人15块人民币，最后去计算的时候发现这个钱会多一些，让大家自助投币、自助找零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就让很多人内心的那一个善心呢，真的都会得到启发。对，你赶快跟他问一下，他们是同一部车送。同一部车送棉袄那天没有见棉被那天没见棉袄是吧？没有。哇，那都好过了好几天了，那个棉被是好几天以前送的哦。怎么这个样子？喂，左红师兄。哎，左红师兄，哎，你好，那个麻烦您帮忙看催一下，确认一下那个棉袄啊，从什么地方发过来，到现在都没有人联络还。安徽啊，哦，有没有办法看联系到他们的厂商的电话？你发给我一下也好，我跟他们联络一下。发放前两天，棉袄还远在500公里外的安徽。整个许昌也笼罩在雾霾当中，可能影响发放当天的交通安全。雾霾真的非常非常大，啊，我们像我们行车，这个
就是能见度非常低，就只有几米远。啊，那么多的老乡的话，从四面八方各个地方汇聚到发放地点，它那个路上的交通，其实如果雾霾天气很严重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些担忧。从哪儿进？从哪儿进？从哪儿边进？经过紧急联系，货车赶了6小时的远路，终于将棉袄送达。非常开心，因为今天本来说这个棉袄要明天送，哇，觉得就很担忧，所以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请他们送到，现在就很安心了。棉袄不能睡好觉，我们因为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啊，发放结束圆满了才能睡好觉，万事俱备，还很感恩，期待有一个好天气哈。这一次动力发放在河南当地就有130位志工投入，但是有经验的却只有10多人。还好有他省的志工前来相挺协助。从上海过来了，去年来做动力发放，啊，今年是第二年了。你说连续2年都来？对对对对。来的用意？因为他们是一个新的地方啦，那我们华东在陪伴，所以我们来做一个陪伴跟传承。你们的规划是今天要把这些物资运过去吗？今天不运，明天早上一早要盘。明天一早，那你明天一早你的职工要很早来哦。就先遣是啊。先遣多少人？先遣。我们原来想的是看安排20位，你觉得要不够的话，我们可以不够啊。你的物资这么多，都还没有过去。你130个人换一条动线，他要做什么？14、18、20、25人。25个人，加前面20个，45个人。45人，对不对？一条动线40个人够了吧？两条动线，每个人有事做。对，每个人都有事做。所以呢，陪伴的对，那这个每个人都有事做，我们到期就会出来。那每个人来做，他就很欢喜，因为他都有参与到，他都有参与到。你不是来玩的，你就关心你那条线，你听他去指挥。来自郑州的蒋萌首次担任动线长的角色，他要分配各项物资的人力，还要留意动线进行是否顺畅。还没开始，应该蛮挑战的。困难的话呢，第一个，我这人记性不太好。这个花来20-30个陌生人说这是你这条线上的，这个我怕这个到最后还没认全，那这个很多工作可能就很难协调得好嘛。因为他的职工都是新的嘛，所以在安排上可能还有一点点没有那么到位，但是已经算很不错了。可是明天就要发放了，这样子在前一天做变动，会担心会应该是会有一些仓促啦，可是晚上我们应该会做一个很好的培训啦。晚上培训时间是排多久时间？想排应该是说9点以前，就是6点半开始，2个半小时可以吗？看看，哦，韩师兄，哦，我听着呢，是的。哦，像这种活动哦，照理讲哦，你这边是要把你的主力窗口的人要定好，你现在是主力窗口你没有真正定好，所以你现在还在找人。你照理讲，你主力窗口要先定，主力窗口定的有，但是就是说老实话，都是没有经验。我老二爷爷是吗？是啊。哦，好。啊，您是一个人来的吗？是啊，他们家侄女一人住一口来的。现在我们来分两个动线的人，把它分好，拿一个动线一个动线来演练。你看，我们志工都是小心的志工。我们公司看到的物资，一定要把它大声的说出来。牙刷2个，牙刷几个，说出来。爷爷你好，大米一袋，好，好，大钩，大钩，大钩，好。这个鞠躬可累了，觉得。好，这个高人有时候我们鞠躬，跟爷爷非常感动。开来，爷爷非常感动。油在谁那？我负责油发放，油的发放，对。大米谁发？我负责大米。这个是提着那个还是拖着？没有要求吧？拖着。这样拖着。对。平拖。这样反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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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这样装啊？对，然后这样去往前，往前一推，推到推到对方手上。对，这咬得头啊，还可以，还可以，还念强。真的非常非常感恩本会，这样也更感恩华东团队的，真的这样他们东宁团队啊，这么多年的经验啊，虽然不多，也是一对一来陪伴。你看像比方说蒋蒙师兄啊，包括韩师兄，他们像杜县长怎么样，他一对一这样去指导，真的这样来传承，真的我觉得非常感动。虽然等钥匙耽搁了一点时间，但门一开，志工们立刻各就各位，展现出默契和效率，将延误的时间补回来。村民来了，他要上厕所，然后刚刚这是通过了，不通他淹上来的，所以你要让他们不要厕所可以上，厕所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们一定可以把它清干净，我有信心。桂村乡冬令发放即将展开，这群新手生力军抓紧时间努力排练。记得要在前面解释一下，天冷了，我们要多动动身体，手上有很多穴位。一会儿如果你觉得这个，他们已经理顺了，那么就走一遍方法，好不好？等一下哈，我们仪式要开始，就是这样的队形。亲爱的河南省乡亲们，大家好。十一月初，华北地区出现今冬首场降雪，寒冬已悄然而至。每年此刻，心里总是挂念着远方的乡亲，抱持着探望老友的心情，慈济人来到了河南省，为乡亲带来一份温暖的关怀。感恩。感恩。你好，你好，你好。女长加厚，男长加厚。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太棒了，谢谢，谢谢，来，咱们继续啊。一个一个。大米两袋，哎，大米两袋，大米两袋，好，谢谢，来，啊，大米，来，我得来，来，来，十斤八两。哎，再来一个，谢谢，行吧，好吧，哎，您的东西在哪儿？我给您送过去。哎，我抬过来，抬过来。你回去路上慢点。好好好，好吧。好嘞，好，好好。哎，那你慢点。好嘞，我们先过去了啊，您回去路上慢一点啊。前一晚的培训发挥成效。初次登场的志工们身体力行，展现对乡亲的关怀。当时放了312袋大米，差不多也有，如果卸卸装装，差不多也有5-6吨了。然后你说搬到时候累不累？也累，当时我也累。我想着，但是我看到那么多人，老乡们真的是很让我吃惊，让我很感动。我觉得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的心里说，我咬着牙，我一定要坚持下来。前面发放的十分流畅，但动线后端为了区别同一辆车上乡亲的物资，发生了拥塞情况。好，那走吧，撤吧，慢一点，慢一点，快一起，知道还要分，我知道了，这样前面慢一点，知道了。
这不还是这可快，俺可快，俺这是那捋顺了。我这边不用太快。嗯，我就说他说的要快的，俺这捋顺了，主要做的。捋顺了就可以。最主要是这发的时候，容易说慢。OK， 我知道了。蒋萌临机应对，协调发放速度，才让动线又重新恢复秩序。今天累不累啊？不累，大大超出我的预期。其实你会发现，说我这个动线长，这个自从开始发放之后，我就没什么事干。我觉得非常棒，这是我真的吗？对，真的非常棒，因为哈，我们整个动线不乱。然后我们的乡亲都很有秩序。其实老实讲哈，就是到昨天晚上，才感觉到觉得真的好像就是真的是上人说我们要转念，就是一份祝福。因为我们之前其实都很多的变故，刚好我跟那个咱们乡里面或者县里领导讲，也很自豪讲，我说我们今天这100多号人，大多数都第一次相遇，你我不素不相识，聚在一起为什么会这么顺畅？因为大家都是共同的一念善心，共同的爱心。无所求的付出聚在一起。我们现场来的有我们驻马店的菩萨们，他们挥手，郑州的家人，还有咱许昌本地的家人。时候感觉说还挺好，大家都很支持我们两个，做的也是很欢喜。看见我这个师兄呢，对我非常支持，非常支持。你这个是3年前，刘俊霖简单坚定的爱心，如一股涓涓细流的泉水，浇灌着河南这片干渴的土地。刚刚开始，因为我们觉得这么好哈，就想很单纯想了，哎，可能我们这么喜欢，那一讲的话，人人都会接受。其实回来并不是如此，才深深体会到，经常听人有人讲说，啊，水泥地上播种的艰辛。如今更多的爱心注入，相信很快就能望见沙漠中的美丽绿洲。就逢人就逮到人就跟别人讲自己，那他假如不能理解的话，没关系，我想想，我觉得。我还是要讲，就是错过姻缘就没有了，把自己的心讲得更坚定，这条路我要走。所以想我们河南这么大的一个福田，一定会遍地开花。